观他的一招一式一板一眼，协调演员的肢体语言去表现的。他其中加入了抽烟、喝酒、摇扇、扭转的观望等等一系列的动作，使整个大名府的舞台更加活灵活现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县官呢演的是非常的可爱。好的，如果您觉得我们工作人员演的不错的话呢，来点掌声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掌声。我们看完这个可爱的县官之后呢，紧接着要出场的是这个神棍手啊，耍棍。耍棍言之武术，要像美猴王那样耍得灵活灵现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那么工作人员即将解下幕，为大家徒手表演。大家看一下工作人员手啊是如何操作的。好，您看一下非常灵活啊，这是经过非常时间的刻苦训练，非常久的时间才去这个训练出来的，谢谢大家掌声。我们看完神棍手之后呢，最后要出场的是这个压轴耍狮。董月之耍狮加入了狮子的喜怒哀乐动静惊疑各种神态。我们工作人员将这头活生生的小狮子演绎的是灵活灵现，栩栩如生，赋予这只小狮子生命力。那么工作人员将深深鞠下一躬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掌声，谢谢大家呢。刚刚观看的是我们工作人员用他的五根手指经过这个坯子，然后才能套上木偶演出这一出完整的戏。好，那么看完这个木偶戏之后呢，我们下面还有更精彩的环节。我们紧接着呢要带领大家来玩这个有奖的这个问答题。我向场下的嘉宾朋友提问三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三个很简单的问题。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，举手到了舞台前回答，如果回答正确，我们有礼品相赠。好，那么现在的话也不多说了，我们先来问一下第一道问题。